可能我想在座可能还是有人不知道《秘密读者》是什么东西，这样哈。对，这是没关系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发行量非常大的刊物，这个毋庸讳言哈。对，那是这样哈，《秘密读者》是大概在二零一三年六七月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筹组的，那其中。 呃，包括我，还有现在有一些线上的作家，像黄崇凯，然后沈晓峰、印卡，然后这一群人，这样我们当初揪一揪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大家就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开始弄这个东西。那开始弄之前呢，我们有我们有两件事情是到目前为止都贯彻始终的，因为中间有很多事情会跑来跑去，但有两件事情是从发刊之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，就是我们在当初在思考呃台湾的文学书评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。 我们不是发现了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<laughs> 我们知道知道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但是没有人去解决。比如说，呃，如果大家现在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次看到一篇文学书评是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？我想大概很难有印象，对不对？即使在 FB 上都看不太到。但是哪些纸本刊物有，你可能也讲不太出来。大概比较负盛名，就是《联合报》副刊偶尔会刊，然后呃，《中时》有一个《开卷文化版》，然后它它里面一个礼拜会有一次这样子。然后报纸的分量大概就很少这样。那、啊、如果是 杂志的话，可能会有联合文学、硬科文学、幼师文艺，有一些纸本杂志上面会有。但如果你再仔细想一下，你真的看过这里面的书评的话，我下次再问，如果我们再问这个再再难一点的问题。你上一次看过一篇书评讲的是负评的，是什么时候？我想应该更少，就是可能有一种我这辈子好像没见过负评的样子。好，但事实上你知道不可能发生的啊，因为台湾文学并没有那么强啊。我我们没有强到就是每年出产的几十部作品全部都非常棒，然后都没有任何缺点这样。事实上。 以我们的状况反过来还是刚好，就是每年十几部作品，大部分都蛮差的，然后只有几部很好。对，这这才是这才是常态。那那些那这个评价落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哈？所以我们这一群大概是呃，如果用世代来分的话，可能就是七年级，所谓七年级，民国七十年之后出生，然后是、欸、应该没有到八年级啊。大概这个这个十年段当中的这些写作者、学者或者是呃，比如是学者研研究生，我们一群一群人就聚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想要弄一个这样的刊物来。 补足这个问题，好，因为台湾的书评会有这样的惨状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待会儿新闻会提到，比较详细讲到，就是他跟销售被扣的太紧了，这样，他基本上是业配啦，就如同豆点出版社的创办人陈夏明说，他基本上现在的功能就是业配啊，那他他他就是要宣传我现在有一本新书，然后卖的很好这样，那因为版面有限，所以业配会优先得到版面。 那因为我好不容易走一点点版面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一个要去骂人的的的书评？这样还看出来影响销量，这有点不人道这样。所以其实它有它的功能性存在，它确实也是商业市场机制的一环。但比较大的问题是说，长久以来如果只有这个东西，这环环境蛮不健康的。所以密读者的任务变成说，我们我们给自己的任务是我们开放了一个平台，在这个平台里面会有你在一边市面上看不到的书评。一般市面上不可能有人指着张大春骂，我们第一期就这样做了。 就一般市面上不可能有人告诉你李桥写的很差，就我们第一年就这样做了，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，就是当然不一定他讲的是对的，不一定这里面书名讲的是对的，但是你不讲出来永远不知道是不是对的，就是这个这個、东西是必须在经过争辩中产生哈，所以我们做了两个贯彻始终的设计，第一个设计是匿名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莫尘的话会在这里的原因，因为这个东西帮让我们。 我觉得让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关注，也因此让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攻击。这样子，哈，就是匿名这件事情，就是密读者的所有文章全部都是匿名刊登的，你不会知道任何一篇文章是谁写的。当然，你要硬要猜，你去看他的语气什么，就把它猜出来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你真的很熟的话，但是那你也需要花很多功夫去猜，哈。那取而代之的是，在刊物的最后会有一个总编撰名单，我们所有的编辑委员十几个人都会列名在那边，以事负责。但是我还是不会告诉你哪篇文章是谁写的。 对，就是等于是用一个分散风险跟转移风险的概念，就是我我们露头的出来给人家集火这样吼。对，那那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呃我们后来决定采取了电子书的形式，所以它会跟 r e m o m o 合作，因为 r e m o m o 是非常重要的电子书平台网站吼。我们采取了电子书形式，那就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在传统版面上，不管报纸或杂志，你已经很难看到超过两千字的评论了。通常以我来说，我收到报刊要稿，我大概是八百字六百字吧，八百字六百字可以写什么？ 大概就是写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点，好棒棒，结束这样，就是你大概只能写到这样了。你你想要再多写也没有办法了哈，就是字数不够了这样。所以所以我们在那边，因为电子书的好处就是，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排版，它要多长有多长，我没有库存压力这样。所以我们的一期文一期月刊每个月一期，一期只有十篇文章，看起来十篇文章很少，但我们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无限多。所以我们的文章最短的是我们设下限不设上限，我们只要长评。 既然人家只能收两千字以下，那我们就只收两千字以上，对，所以所以我们就是两千字以上。那、啊、我们最长有到一万八千字啊，就是非常恐怖的。那，嗯、呃，在在这个过程里面、就是，就是就是收藏的篇篇幅跟匿名这两件事，是我们目前为止一直在形式上从头到尾都还始终贯彻。那也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收到了一点效果。但当然，我们大家会在讲者的讨论中会谈到一些，我们到底还做了什么其他的事，因为这只是形式的事。 事实上，我们到底表现的怎么样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到底写了什么？这个要在待会待会三位讲者的的的讨论中，我们会慢慢看到哈。那呃，但是在这个在这在这个状况，我可以跟各位大家讲一个数据的感觉哈，就是呃，秘密读者，我我们现在不敢说完成什么非常伟大的事情这样，但是以数量来说，感觉有一点蛮值得，就是我们也很惊讶，原来是这样，蛮值得称赞。因为我后来很认真去数了一下，台湾一年到底会有几篇书评出现在正式刊物上，然后我算了一算。 我们那一个月十篇，一个月十篇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，可是产量好像将近是全台湾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很自我感觉良好的说，秘密读者如果停刊了，台湾就会少五分之一的书评。哦、听起来好爽的，真的 <laughs> 爽什么这样好。那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有十九期了啦，那每篇每期十篇文章，其实都超过的，大概已经累积下来已经超过两百多篇文章，并且呃，平均来说，一期的字数是四万字到六万字之间。 你可以算一下，所以大概每期我们会发现，你如果不给讲者呃不不给评论者限制的话，他最舒服的呼吸空间是四到六千字，而这是线上的一般的版面平台很难给你的一个长度。这样，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概况。那如果等一下我们就其他的事情，我们请等先请三位讲者分别讨论一下他们参与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进行发问跟交流。好，谢谢。